Hello， 海山，见啲芒果咁新鲜呢，今日想整芒果糯米饭。三分二杯嘅糯米浸六个钟或者浸过夜，浸完之后将佢沥干水，放喺个大碟度摊开。大火蒸25分钟，200g 嘅椰奶。1/8茶匙嘅盐，30g 糖，用中火咧将佢煮到微微滚就得噶啦。咁啲糯米饭蒸好之后咧，就将大概一半嘅椰奶淋上去，然之后将佢捞匀。将一半嘅糯米饭装落一个碗仔度。轻轻压一压佢，然之后咧就倒扣落一个碟度，咁而家就可以嚟切芒果啦。我用嘅呢一只大芒果咧，可以两个人食嘅。咁淋埋剩低嘅椰奶就可以食得噶啦。趁啲糯米饭仲系暖嘅时候，加埋啲冰冻嘅芒果一齐食咧，真系好正噶！你都试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 like 和 subscribe 啊！到我的频道看我其他的美食视频啊！下次再见，拜拜。